了5000块钱，哎，4500。4500的日本铜。你说一下你的感受吧。就是没有卷发棒不行。在大半凌晨世界，这才多少钱？我们俩本来来之前计划的就是每天悠闲的走到一个地方喝一个咖啡，结果两天累成狗，就今天疲于奔命。我们俩今天还有一个特搞笑的事儿，就是在哪排队吧，就是前面的长龙好长，但是到我们后面就没啥人。对，我刚刚一个人下去也是这样。对，我们去咱们我们在梅田逛了三个商场，还有三个美国。千万别来日本，来日本就破产了，全是二下的摊儿。嗯，应该是来日本就破产了。嗯，这个七味，你这样咱们也可以就喝的，好，再买个可乐。会疼的，但是现在被欲望勾起了。我建议你别吃，省得你胃疼。你看看这个味道，一整碗冰。哎呦，一来就是碗子。嗯，可以。那个呢，刚刚法式的白鸡汤面。哇哦！要把这个放进去吗？嗯。我还蛮喜欢的。先喝一口原味的，再加一点那个醋，有点奶酪的感觉。现在在这边的地铁里，啊，在等我朋友，我们现在去喝。
I gotta be somebody's love. Somebody's only one. Would you make me your muse for a while? We can dance. Doesn't that feel nice? Doesn't that feel like something to fight? 坐在鸭川边弹一曲琵琶。Isn't that?预定了今年最美最难忘的夜景，如果今年没有跟谁一起看星空，小妹妹。We could rule, we could take on the world if you just get here soon. I gotta be somebody's love.